子曰：“礼人为美，则不处人，焉得志？”子曰：“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，不可以长处乐。仁者安人，智者利人。”子曰：“为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子曰：“苟至于仁矣，无恶也。”子曰：“富与贵，是人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呜呼成名。君子无忠实之间，为人造次必于事，颠沛必于事。”子曰：“未见好人者，恶不仁者。好人者，无以上之；恶不仁者，谓之，恶不仁者，其为仁矣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？未见力不足者，盖有之矣，谓之见也。”子曰：“人之过也，各于其党，光过斯之仁矣。”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子曰：“士至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义也。”子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敌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弊。”子曰：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。”子曰：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”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礼让为国，如礼何？”子曰：“不患无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及之，求为可知也。”子曰：“生乎无道，一以贯之。”曾子曰：“为。”子出，门人问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子曰：“小人啊，不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子曰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子曰：“是父母积谏，见志不从，又进不为，劳而不怨。”子曰：“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”子曰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子曰：“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”子曰：“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待也。”子曰：“以约是知者贤矣。”子曰：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子曰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。”子游曰：“士君硕思入矣，朋友硕思疏矣。”